生肖鸡，生肖鸡的朋友们在11月喜气运势非常好，11月4号之后钱财满天飞，他们的运势大旺。不止在政财方面升职加薪，领导重视他们，业绩突出，而且在钱财运势上他们能够得到大笔金钱贵人的指点，让生肖鸡也能够横财旺，最终成就了非凡的理想，钱财满天飞，福气到财气到。生肖狗，生肖狗的朋友个性勤勉敬业，具有大智大望，有着恒心，不达目的誓不甘休，会被情感所限制，有着许多顾忌。11月4号后生肖狗的朋友财运、事业、运势或会有上涨的趋势，事业等更有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另或有一笔偏财入账，有望腰缠万贯金。生肖蛇，生肖蛇的人11月4号开始奴仆宫的天胎吉星庇佑，因此好运有望改变，早前生活多磨难，常被琐事烦心的情况，到时候有望撞上大运，财运方面将会尤为乐观，福运和吉祥一路加持。同时属蛇的朋友工作上往往受到领导的器重和青睐，身居高位，日后偏财上加，成功发达，